Wo cha Darina. Wo ciao Darina. And one more. Why? Ah! Is your first time come to Quanzhou? Yes, for this city, I am come for first time. Oh, thank you. Your English very good. Thank you. 那接下来这段话。 Скажи, что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ись девушки, они были все очень прекрасные на выступлении. 他说今天所有的表演的舞者都非常漂亮，很美丽，他特别喜欢他们的演出。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танцовщицы самые усердные, самые сильные и они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стараются. 然后Darina老师觉得中国的舞者是最努力的、最强的。 所以他特别喜欢中国这边的舞者们， 因为他去了很多地方， 看到了各地的舞者们。 Иногда нашим танцовщицам не хватает такой усердности, как есть у вас. Я восхищаюсь. 他很佩服你们， 因为他觉得可能我们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舞者没有你们这么努力。 Я очень прошу сейчас похлопать всем девушкам, которые танцевали для вас. 然后他说我们今天就我们要感谢一下今天刚刚表演的所有的舞者们。 It is for you. 是给你们，谢谢你们。好，那其实呢，表演这么多，很多朋友其实都很想跟我们两位老师做一个更为亲密的一个交流。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可否有机会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在泉州多留一几天，然后把你们的对于舞蹈的感悟分享给各位？ 因为我们达琳娜老师在这边还有5天的集训，所以非常开心达琳娜老师来这边，因为我自己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天才的舞者，所以我很开心你们能看到她的舞蹈，她的表演。我会在这边，我会陪达琳娜老师，因为她对我来说好像是我的一个妹妹，真的，所以我很佩服她，所以我们这几天都会在这边。 所以谢谢你们。好，朋友们，那刚刚呢，我们张老师也跟我强调了一个信息，明天晚上他们将会在新曼开一个公开课。那么接下来的5天的时间，两位老师将会在我们泉州，将会在新曼为现场的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您和所有热爱舞蹈的朋友拍摄连续5天的大师培训营。所以希望各位都能够把握住机会，想要和我们的。